就叫做战场，铠甲是我蓝色荣光，再多一秒烈焰狂潮就要引爆电野梦场，加速心跳步履奔忙，肉身就化作铁壁铜墙，我愿用初心点亮希望，我要用生命扭转时光，我会再回到你身旁，我火焰燃起就叫做战场，铠甲是我蓝色荣光，请把你拉响，穿越热浪，我们张开守护的翅膀，逆行的路上不负勇往，我们刻下滚烫的勋章，爸，爸，这韩佩千万不能合作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托朋友调查的。这韩佩他干过不少缺德事儿，你看，他之前建立公寓楼，甲醛严重的超标。还有这个，他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别被他骗了。哎，巧了。我这儿也有一份报告，也是托朋友查的，刚好跟你手里那份相反。不是，你这份指定是假的，韩佩一定就是给我们演双簧的，给我们家下套。罗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爸我经商这么多年了，我连个真假都分不出来，就你能分出来？爸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刚刚还撞见他跟你李主任鬼鬼祟祟在聊什么东西。你听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听见。还是的，爸，但是，我今天看李主任那样子，他明明就是被迫的，而且这件事儿，跟燕兰也扯上了关系。罗杰，我是在跟人谈生意，不是谈恋爱。我跟韩佩合作，他给我提供合适的专利授权，授权费采用销售额分成的模式，这对咱们罗氏药业是最好的选择了。我们各取所需，别的我不管。你呀，还是少掺和吧。摄像头装好了，我一会儿把用户名密码发给你，你连上手机试试。怎么突然想到给我连摄像头了呀？这个摄像头可以防烟防火，还可以报警，你安全，我放心吗？行家呀，可以嘛？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工作了。嗯，好。韩总，这小子想跑，被我们抓回来了。哎呀，老朱啊，老朱，你说你也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怎么就搞到今天这副样子呢？韩总，我不知道 U 盘在哪儿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不说，一直躲着，我也没办法拿你怎么样？韩总，我不敢说假话。
我是真不知道啊，韩总。这个小区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还得劳烦您这样乔装打扮的混进去。不说话是吧？这个女孩你认识吧？我也熟。她是我一个同学的女朋友，是个医生。你说她知不知道自己有一支笔，里边还藏着一个 U 盘呢？老朱啊，老朱，其实我真的不想对你怎么样，我就是想要你一个态度，一个忠心的态度。不然，既然我已经知道这么多了，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的。我跟您说了。能不能放过我老婆孩子啊？我本来也没想拿他们怎么样啊，我就是想知道现在这个 U 盘是还在他那儿呢，还是你后来又给拿回去了。其实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找到这个 U 盘，但我之所以没用这么简单粗暴的办法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他一向重感情啊。我被自己身边的人出卖了，我这个心里他过不去。所以啊，老朱，我就想亲耳听你跟我说句实话，行不行？哎，不在我这儿，是我放在他那儿的。他不知道我放了，我也是一时情急。我去他家想找回来，没有找到啊，韩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韩总。你好，燕医生。啊，你好。还记得我吗？啊，记得。你是霍岩的同学。对，韩佩。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是这样啊，我最近每天早上起来，这嗓子特别疼，好不容易今天有空说过来看看，结果这专家号跟普通号是都挂不上，我就挂了个急诊。结果我一看这个，居然是您，我就过来给您打个招呼嘛。行，那你先坐，我帮你看看。好嘞。是有一些红肿，但是没什么大碍。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呀？哎，严医生真是一针见血呀。一会儿啊，我帮你开点药，你拿回去记得按时吃，多喝点水，早点休息，少抽烟喝酒了。不过我也得提醒严医生一句啊，您在这平时坐诊，如果要是不忙的话，也得经常这样起来活动一下，对颈椎好。你这说我一套一套的。拿这个去取药吧，如果吃完药之后还不见效的话，回来再来复诊。行，那谢谢严医生，改天有空的话我请你跟霍岩吃饭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东西忘了。好，这个呀是一个小钥匙链，你看啊，还挺可爱的。送给你吧。啊，这不客气。谢谢啊。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猜对的话啊，我就送给你。哟，这地儿挺不错的。谈生意嘛，装装门面罢了，随便坐。
小楼总今天过来，有何吩咐啊？韩总，我是个爽快人。你有研发能力，我有生产和销售渠道，我们两家是互补的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今天就可以聊聊合作的事情。小楼总果然是个爽快的人，这是令尊的意思吗？是。 我代表我爸的意思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不如咱们改日叫上令尊一起坐下来聊聊。怎么，不相信我？<笑>当然不是。那就好。我是想，你们单抗药的最新研究结果已经出来了吧？有没有幸让我看一眼？ 别急嘛，小罗总，这研究报告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不过我还很好奇的是，你现在到底还是个消防员呢，还是已经回归到你们罗氏企业了？你父亲难道就这么轻易的把一大单生意全权交给你做？ 韩佩，我就是想看一下你们的研究结果，你觉得跟我爸聊这事儿跳得过这关吗？罗杰，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路子，我什么时候给你们看报告，什么时候聊条款，那都是有规矩的。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还是请回吧。 韩总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点急，很多事情可以慢慢聊嘛。总客，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。不是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还没睡啊？ 又怎么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今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哦，我找韩佩去了。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这件事情不能乱来？我说给你个机会，以什么身份用什么方式，那是我说了算。哎，他可倒好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直接跑到人家韩佩那儿去了。爸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跟韩佩合作吗？我就去帮你聊聊合作，我也是想帮你。 你还想帮我？那我还得谢谢你了。行了行了，坐下说啊，慢慢说。不知道他跟人家说了什么。总之到现在，在我这儿，他下个星期的会全都给推了，后续的推进全都搁浅了。臭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做生意不是你们就火，横冲直撞，要懂得博弈，博弈你懂吗？你呀，就好好在你的消防队待着吧，我看见你我就心烦。 待着，哎呀，在哪儿待着也是咱儿子，他是心疼你，他是想帮你。救火才不是横冲直撞，救我是需要策略的。他说什么？我说我去找韩佩试，我的策略是有问题，但是我的直觉不会错的，他的心药有问题吧？那是害人的。哎，你还真有姿势吧？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干嘛这么大声？小院都叫醒了，行了行了，小点声啊，坐下说。我说的他还不听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。你说，从小到大，他有一件事听过我的吗？有意见吗？啊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好，这次我听你的。哎，老罗听到了吧？儿子说了，这次听你的，他不再会去找那个韩佩了啊。 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我决定退出消防救援队伍，回去帮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决定退出消防救援队伍，回去帮你，好吗？
你也得说话算话了，让我名正言顺地参与这件事儿。回来可以，想参与韩佩的事情也可以，但是咱们约法三章：第一，人一心不能二用，这件事情等你退出消防队再说；第二，给你什么样的位置，让你做什么事情，咱们商量着来。做不到这两点，就别回来给我添乱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臭小子不是说了吗？回来。这么多年，我担惊受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我知道，我们二人都很优秀。我懂，我懂的。下班了，你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奇怪，叶医生，该下班了。血管瘤的患者怎么多这么多呀？有什么共同点吗？还是只是个例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明天到时候跟主任汇报一下吧。到楼下了。哎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怎么开车了？怎么了？我的笔不见了。笔不见了？嗯。没事，我明天帮你找吧。忙了一天了，累了，先回去休息啊。嗯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好。别找了。停个车这么慢呀，你赶紧上来呀。这邻居家的猫把家里弄得特别乱，
哎，一会儿赶紧上来收拾了。好，我已经到楼下了，东西有点多，出来救我一下啊。好，我现在过来。 没事吧？没事。走，上去看看。我去看看有没有丢东西。好。项链还在。这两天你先搬出去住吧，这里不安全。那我去小白那住吧。嗯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一下！我坚持不住！救命啊！坚持住！救命啊！赶快打幺幺九。喂，119吗？经理，找人挪车，带着亮子。拿工具进去，走。这套房吗？没有。东路幺，东路幺。东山已到达，东山已到达。17110。119挡道了。收到。一会儿消防员就来了。来，在你家阳台上。对，在上面。没事了。坚持住啊！救援人员马上就要到了。会员，罗姐，锚点从楼顶突出的铁质物件做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亮子和大雁已经拿好工具上楼顶了。好，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亮子，伤势怎么样了？救命啊！别乱动。我坚持一下，支持不住了。注意安全啊，亮子，从第一个洞下。啊！救命啊！别动，坚持住！救命啊！小心！救命！你们注意安全。小心啊！
好，抓稳了。 一定要提高消防意识。是是是，那消防通道怎么能停私家车呢？万一出现了火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不起，我们一定正干。收队。辛苦你们了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。我们之前是两个人配合的，之前搭班的工友呢有事来不了，临时请来了。哎，绳子就系在屋檐上，就那个临时的工友系的，系完人就不见了。刚清洗完一层墙壁，绳子就松了，我幸亏命大，抓住那个窗格。 以后一定要注意啊，罗杰。以后高空作业一定要小心，跟你的工友说说，让他好好学学打结。还有，我刚只是帮你简单检查了一下，到时候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嗯，没事。怎么了？你刚才那么做。 太危险了！哦，人不是都救下来了吗？人好好的，我也好好的。话不是这么说，你在没有队友保护的情况下去跳出去救人，你这样做你是违反规定的。我知道了，也不会有下次了。放心吧，霍战，我们这都收队了，你不是想扣我吧？ 走了，收队了。这警察也真是奇怪，刚刚问我最近得罪什么人，这个不是入室抢劫，难道是寻仇啊？别费你的小脑瓜了，监控都已经拍到了，人很快就能抓住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工人怎么样了呀？没什么大碍。 他们公司啊，已经在调查这件事儿，别多想了。那就好。嗯。坏了，信号好像有干扰，回头我检查一下。 真的不去我家了，贤姐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不去了，小白一会儿就下班了，一会儿我去她那儿，她跟我说以后没人养我，她养我。呵，行行行，我就再给她这最后一次机会，以后啊，我养你。谁？嗯， 放手，谁要你呀？拜拜。嗯，我养你。行了，干嘛？你看他打我。我给你看看他，有些人啊，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。
搞得看谁没有男朋友呀？嗯。贫了 ，Hello darling， 你怎么这么好笑啊？你干嘛截我图？你怎么那么坏？你看他，你看到了吗？简历，有些人怎么谈着恋爱还像单身狗？我们不要学他。我开车，怎么了？我的笔不见了。不是，写什么呢？退队申请书。拿了什么？给我吧。哦，就是。怎么？我说话都不听了是吧？拿出来。哎，你别生气啊。就是霍战他可能说你上回救援的时候有些违规了，哎，也不算违规吧，就反正你上次救援的时候有些危险，你下次可以注意一下。写的挺客观的，不愧是霍言。霍战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好，反正上回确实挺危险的，不会因为这个就要离队吧？我先把你这收起来吧。经理，不用欠我了，这队我是一定要离的。罗战，你说话可不能不算话，你说好要教我绳索救援的。千里，长大了，干嘛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？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退队之后谁都别来送我，不想看着你们哭丧着脸。行了，去忙吧。
游戏厅、电玩城等人员密集场所，用电必须严格按照消防法律法规，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。餐厅后厨等动用明火区域，应时刻关注用火安全，定期清洗油烟管道，严禁撕拉乱接，杜绝超负荷用电，不使用老化、破旧的电线、插座。每天结束营业后，需切断全部电源，保证电器设备的通风、散热，定期维护设备，确保正常运行。给朝阳树深情，你哭过，热心情都担心，抱着你把喧闹都屏蔽，遇见你晕开了，原谅你那秘密，这秘密的谜底是我们对视着所隐爱意。过了你的心，再去牵你的手，穿过了很多夜，才懂光不会走，你在就会知道，敞开的怀抱随时等着我，就像